今天很高兴第二次来看我们的未来科技展，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看到未来科技展就很佩服我们陈部长在他的领导之下能够把这一个学术研究的结果跟产业创新能够结合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展出。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展出呢比去年来得更丰富，有123件的展出，我实在很期待哦。其实科技创新呢，是推动一个国家甚至全体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这两年来，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心力来透过政策的松绑还有创新资本的媒合来促进一个更完整的研究创新的环境。政府也积极推动了5+2的产业创新计划。这一个未来的科技展呢，它有几个主轴，就是创新聚焦接轨全球未来10年的科技浪潮。我相信我们聚集在人工智慧的应用、绿能、储能、生技制药、奈米领域，这一些课题就是人类未来生活上所需要的这一些科技的成果，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未来科技展啊，实在是对我们的5+2的产业创新会注入一股很重要的新生的力量。祝这一次的未来科技展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能够一方面真的让我们的科技产业往后升级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学研界可以做你最大的这个后盾。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研界所有的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他的作品不再只是论文，他的作品是真的可以创造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未来的能量。学术跨展到科技，科技跨展到产业，如何让这三者能够非常紧密的结合形成不但有学术的理论，最后也能够有产值。我们今天的未来科技展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令人惊艳的科技研发的这个成果可以再一次证明台湾的科技研发的实力。The future tech this year, we'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biomedicine and biotech.Because Austria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we're looking at possible cooperation for Austrian companies and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I think the organizer done a great job actually. 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这个量子电脑的世界更多有兴趣。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I appreciate that. We are so happy to be here because our trip is mainly about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So this could be a huge breakpoint for our careers in the technology system. Especially from Harvard and MIT, we really truly enjoy this Future Tech Expo. 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收益良多，蛮有创新力的，觉得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的好。科技部部长陈良基讲到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不再是只有一个升等的论文，而是可以转化成帮助人类生活改善的科技。这是集合国内很多的科研单位跟学术单位的研究的精华。
I feel very wonderful here, and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in this exhibition.